好了呗。可以，我不在那边是不是现在脸又瘦点了？本来就瘦。啊？本来就瘦，不卸大脸盘就显得那么胖。再来补一个车厢啊！你给车四车厢，我给七车厢了。哎，第一位分开。分开完没法，你接着买票买不？行，不舍得你。那是难分了。走吧。慢点，慢点啊！啊，慢点。没睡住呀，嗯，到了啊，快到了，嗯，还是没睡住了。走到这儿了，走这儿了，往那边走了，我走走走，耶，我的事儿啊，一看走到耶，反方向，我说呀，我找不着老公，他回来，放在家了，放在。到家，我咋回来了？我现在坐了汽车。半天，你只有明天到家呀？你等我半天了，我也得到家呀，我也不能飞回家呀。我给咱师傅一个好评，跑这么老远。你咋不给我一个好评啊？我都到家了，这香啊！娘，哎，hello， 这样吧，我看我前面问过，哎，这来这么快呀？嘿嘿，俺那问媳妇，妈妈，你还给搞停了，叫我看你搞停。啊，倒是，那我听见那是跟你说了。行，我尝尝，你不能整个菜了，我光可凉几点。嗯，我小时候都好吃这个。嗯，你小时候好吃这个，光在那个炒蛋搁这里是吧？拿回来，母亲，你听一下，是不是？你来了！你给咱唱歌来了！知道妈妈了？三妈妈的吧？三妈妈，三来。那给你看视频转转啊！你说在俺这给搞停了。那妈的，我说来了，俺妈妈来了啊！那心里吧，在这捂着头底下噔噔的亲亲，我说可我头发疼了，你头疼不疼？不疼，妈说不疼，习惯了。一会儿姥姥炒馍馍，你吃不吃？咋了？哟，娘，怎么压成这样了？哎呀，赶紧压成这样了！丢了一路的那蛋糕啊！真是，店这买不着这个，你知道吧？这买不着呀？买的店这没有卖的了。叫啥呀？是奶酪蛋糕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对面给，这个老好吃了，你知道吧？一会儿拿个小勺蒸开。俺在视频上看见你还有一个大盒了。对呀、啊，他第一遍往这视频看的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你看一个，你看一个。把它吃了，把它吃了。看一个别的，咱这没够呀。嗯，来了，来了。又大口。一小口中了，给你留着。给你好吃，啊不是。哎，对，你放着好吃的。老徐叔在这干干洗面，你都是手工拉的。给明天给俺选哪个？你滚吧，行，给，这个也是你了，给。没这一双。这在家有卖的，这个。这在家有卖了，我不一样，跟俩这个人你俩真啥？他这个是上海特产。这人没这东西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他这应该反正能喝了。那还是。他这能喝，谁能喝吧？俺俩喝吧。他老年人喝了，小孩不能喝。最有名的都是这种五香豆。五香豆。嗯。买这几段嘞？咦，你买这些？好家伙，买这几段嘞？这你那啥都贵。送给你了，洗了。你这是啥？这是巧克力。巧克力。那是凉面，爷爷你给他最近好吃啊。给他最近好吃的圆面，你看那一根一根的。嗯，给你几圆块了？给
到时候接电话。给，你这儿。到时候接电话。好，你说那存款那饼干。哎，那听你说。没呀，我说。那饼干，老外。一口一个呀。嗯。但是要吧。有我这俩好吃。那不是俺不吃了。我吃你吃那个。俺娘家拿啥的东西？咦。吃没？都是入口化了。不要酱呢。不要酱。那行，你那能有人不难吃啊？嗯。嗯。对不？你俩吃的跟那样的呗。有卤肉味。嗯，跟那嘛，挺好吃的吧？我这好几天不吃了，我想想那个。那个香料那个准儿了。啊哈！我刚才是等多一点了。哎，你看你要行管那个项链了，他说一口给俺，都给俺那个那行了，我说的都没说，他反正不知道哪儿的事儿。哎，管咋个说一口给俺，这不咋一点，我再买一个，然后咱俩把那个给粘上。行，好，你自己没事。我也让你没事。你先吃饭吧。啊，不行，咱你想吃的，你自己我来嘛。你放上辣椒，嗯，要不叫你老板喝啊？你这都放上，我也不送你。嗯，真不来吧？不接咱家吃饭呢，一放都化了。对呀。嗯。嗯，你吃吧。这个，呀，你们真说，吹你们的，一口吹了，并没这个。我那拿水这个好你了。你那么远，带这些管沉的，你想吃你还得拉的，你就吃不吃。俺啥子俺都少买点是吧？还要少买点。俺不去寻思别人，你吃了，俺你妈吃完了，你搁回来。他给你打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还得天天吃，给外边吃点热也得给。你看那饿了。俺搞天了，饭太贵了。哎，不是你吃了，你也得喝点汤，你也得吃，你贵也得吃，你这一天了，你有活就有活了那俩。俺光咱吃家里边汤啊，馍，光米饭。大米，嗯，没那家的饭吃的对。我也好吃大米，嗯，那你给我也买大米，你喝面条啥的，喝点汤。